瞬间回到家来放鱼啦。我们打开之后，哦，有一只哦小黄鱼，还有这一只，之前在这边大钓阿哥，哎呦，高雄帝都的我惊，阿哥寄居蟹，好，我们先放着，哦，先让它，哦，试水，啊，黑了啦，没对温啦，哦，夹着这样子，好，再来就是这一只啊，之前唔知什么黄道钓，黄道钓你是看先生你有片看来拜拜。嗯，掰碎掰碎的，好，夹住，先夹这样，好，再来，哦，这只哪来个啊？这只，那水中蜘蛛的，我会惊啊，水中蜘蛛的，我们要把它剁一下，哦，那帝王蟹的，夹好了，再来，不料辣秋汁，30元鸡鸡蟹，瞬间夹好。等它炖之后，大概十几分就能下水了。